突然，左下腹痛啊，突然左下腹痛啊，是林健告诉我啊，去外星人处理那个废弃的火箭的时刻，先检查一下里边有没有燃料、燃气，有没有液体燃料或者气体燃料这一类的啊，如果有这些，先把那些清理掉，免得搬到那个哪个废弃场，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，隔了一阵子一个突然自燃。起火了啊，免得发生这个事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会同他们讲这些事情，我会认真同他们沟通这些事情的啊。不过这是未来的事啊，未来的事，先把近期的事情做好了以后，我们再去处理未来的事情。实际没成事之前，他们，没有彻底放弃之前，还认为这是，他们还拥有产权的时刻，我们先不动手。但是他们。彻底放弃了，也不认为他们还拥有这些产权，已经无人问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去动手啊！好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